個太理性的方式去做一個 design 的開頭，如果不是的話就會很局限。由第一個感受開始去完成的時候可能有一段時間，之後那種滿足可能個畫面調翻轉係影響了你的情緒，你可以調翻轉去做嗰件事，講翻個感覺，或者講第